你在挑冷气吗？对啊。您谁？我是天神。啊？不是啦，我是旁白。你以为你在挑冷气，其实你挑的是总统级服务的专业。是分离式的还是窗型？它的位置是在？你说你知道多少吗？西晒啊，或者挑高。你挑的是为你设想的专业。你挑的是一丝不苟的专业。你挑的是让你放心的专业。你挑的是严守承诺的专业。因为知道你真正想要的，所以我们给你的从来不只是冷气而已。是不是一直有个讲话声音？那是旁白。啊？全国电子用心就甘心，空调满万送千，早鸟在享免费到府敞开。你们有听到吗？